人人心里边有一个人人的河南，人人心里边有一个人人的郑州。在我来说，最初还没有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，特别早的时候来过一次，觉得这样可土了。再后来的时候，就看见这个郑州跟一个特别漂亮的中国的一线的大都市，别无二致，那么整洁，那么现代化。我们又在这里搭了一个，用夯土、用麦田垒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城。那当时，有很多人跟我们说危险吧，你在河南、在郑州、在中牟县，想去做一个这么高端的文化艺术为唯一核心的，没有夹杂着什么旅游啊、度假呀、休闲呀、娱乐呀，是也没有过山车呀，也没有什么。什么海盗船呢？放在河南是不是没有受众？是不是老百姓不当买你的账？我说我们愿意试一试。那今天向您证明，这片沃土它不仅生长麦子，它也生长能看艺术、能够懂艺术、能够愿意接近艺术的人。